翻过来，是被翻过来，用绳子绑在那个机车上面，然后他的脚就一牵。马路上他开得飞快，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脚在动？因为脚两一直在动，在空中脚下车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境，就是呼吸好快。我们在柬埔寨这么多天以来，总结的心得就是 I'm from Cambodia and I'm from Vietnam。他问了好几个，我问三个，我问三个就是柬埔寨当地人。Am I looking good in Cambodia？ 他说哎、ah, ，You're from Vietnam， 很自然的，很自然。然后他就很不死心，我想说妈呀，他就遇到谁都问，都过问，饭店人都问。他就说对啊，你就是越南人，然后他就是。柬埔寨，你就是柬埔寨的，可是你不像柬埔寨女生。对啊，可是每一个说他像越南的人都跑上柬埔寨。对，越南人都蛮帅的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是 common sense 吗？大家都知道啊，Maggie Q 啊，他越南混血，那很好啊，你是柬埔寨，柬埔寨读不出来，对不起。就是我们在上一间饭店有。两个人跟我们要 Facebook， 饭店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喜欢欧姆家，他们超爱我的。哎、欸，刚刚那个是有跟你要 Facebook， 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就是表演，我说就是脚会这样，就是讲话讲。他是一个男的 waiter， 然后我们就要扭捏我，扭捏我，他上半身不动。下半身都一直在晃，一直在扭。对，然后他就一直哎，就是 Have your Facebook。没有，他没有那么，他是害羞的，哦，他很腼腆。他就说，我太 Lady Boy 对不对？你是 Lady Boy 秀啊？他就一直这样，这样扭来扭去，一直扭。他就说啊 ，solo 啊，就是会一直扭。然后当欧弗加跟我讲他的特色的时候，我说对，就是他，他还跟我要过，就扭捏我，扭捏我。现在我们不是 gay， 我不知道哎、欸，就觉得其实越南男生看起来都黏我，黏不在啦，黏不在，他们人其实都很好哎、欸，他们只是弱，越南人是我，看起来也娘娘的，他们人都很好哎、欸，嗯，自然其实不差、欸，对啊，我昨天才跟周岁讲，我们去昨天去很偏僻的地方，去那个，你去哪里啊？昨天那个叫什么课？就是那个屠杀的那个哦 ，Genocide Museum， Killing Field， 然后那里其实还蛮偏僻的，但是其实治安看起来都很好，因为治安比那个柬埔寨差。因为常常我们晚上也8-9点出去买东西，也是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嗯，这边是落后，但治安不差。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定律，比如说我们在杀价的时候，比如说哎 ，How much is it？$8 Can you make it $5 for me？ 天哪！然后他就什么6.5啊，心动根本就没杀价的数字。对 ，My last price $6.5 然后就说 make it $5 天哪！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杀到5了，我们就讲到要走，然后他就说 OK $5 for you OK $4天哪！No profit， 赚一点点，小姐漂亮，赚一点点，而且我就说有一个手拿包超漂亮，我就说可是没有背的很不方便。然后其实我就用讲中文，然后就只是在那边比手画脚。然后他就说 OK， you come here tomorrow， I will make a rope for you。对，可是他其实不是讲那个，他就说 you come here tomorrow 什么，然后他就用英文讲说你会帮我加一个绳子吗？然后他就听不懂。可是我在那边比手画脚，他就懂。比手画脚，英文可是他懂中文，他懂中文。这边人中文都很好哎、欸。对不对？那买水果，那个 spider 玩具，买水果玩具。我没有吃。昨天在山竹啊，超难吃。我们讲我们买水果的经验，
柬埔寨的地方，就很多小编会跟你兜售水果，是真的不能随便买，因为我们买了三次，我们第一次买什么中糖果，第一次买是买那个好不好？中糖果、啊、不是，第一次买是买是中糖中糖，买红毛丹哦，第一次买红毛丹，对，在那个金边是买红毛丹，那第二次买在 Spider Market 买中糖果，那第三次买那叫什么？山竹。因为想说台湾没有山竹，要吃一些台湾没有的。我们三个都是吃台湾没有的水，超难吃，要么就没有水，要么就是没有糖，不甜，然后被我们弄得像尸体一样，因为饭店没有不付任何的刀子、啊。我们昨天住的那家饭店，我们连续住四天三个晚上，所以他就第一天就送了一盘水果，凤梨。芒果全部最原始的水，然后没有任何的刀子皮哦，就是很厚的皮。那芒果被我扒的跟那支离破碎，但是芒果还蛮好吃的。但我们看着凤梨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没办法徒手剥，你知道吗？就觉得饭店的水果都还蛮好吃，但自己买水果都好难吃哦。对呀、啊，算了，还是不要随便路边摊买水果，又不甜。我们家还会再来那个柬埔寨吗？说够了吧，够了吧，够了吧，够了吧。我们留一些钱去国家玩好不好？不用同一个国家去那么多次。其实我们还没有教大家柬埔寨语怎么讲，比如说像你好就是 all good， 哪是啊？谢谢才是 all good， 谢谢。都已经要走。苏斯雷，对，苏斯雷。柬语教学时间，你好。柬语教学，苏西。然后谢谢是 all good， 然后 all good 总是以那种撒娇、近几乎是淫荡的语调，是啊，这样 all good， 他叫 all good， all good， 这样，柬埔寨男的非常喜欢他。然后他讲到，因为他任何时候遇到柬埔寨人，他都讲 all good， 比如说包括小妹妹来要东西啊，然后或者是嘟嘟秀的那个私家物品要不要做，他就 all good， all good， all good， 跟那个 good 都非常的 all good。再讲一次 all good。你现在比较含蓄，你平常都更尖锐，是吗？对。然后就连半夜睡觉的时候，又突然惊醒，他说 all good。就讲一堆有没的东西，等一下一直讲 OK OK， 半夜是说梦话，一直讲，你把啪把他打下去。但总之，我们还有比如像 OK 是谢谢，然后 Susie 是你好，然后还有那个狗跟猫猫都学一些，对，狗是乞丐，乞丐，乞丐，猫是乞妹，然后或者是喵，然后周岁一直说乞喵。他就看到猫就去喵，然后就不说去咩啦，去喵蛮可爱的，被我骂、然后还有没了。我们就学了四个而已，对，Susay Organ 去干跟去咩。你好谢谢狗猫。还有那个不要阿爹、阿爹，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就是很少用到这个。对，因为我们都不好意思直接说不要跟不要停，会不会不要停比较常用？然后我就说不要停开是阿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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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常讲的就是那个 organ 跟 chigai， 就谢谢跟狗。他们只要一听到欧布加讲，每个男生就算我们不满意什么东西都超，对他们都会大微笑，他们大微笑，他们觉得欧布加这个女人真的是我们柬埔寨女人之光。出不出根本不是柬埔寨，我们两个都不是柬埔寨，一个是越南的，我是越南融合了菲律宾跟日本。对，最近刚刚收集了两个，是我是菲律宾人跟日本人，那我就是柬埔寨，始终如一柬埔寨人。对，你会嫁来柬埔寨的吧？不会啊，可以先否认。我是西餐妹，柬埔寨是亚洲吧？来六天还不知道柬埔寨是哪个州？你是北非吗？等一下，他们的狗多怕人，好吧？哦，他们就是。我每天看到狗就是叽叽叽，然后他们就，或者是有一只狗很可爱，它会笑，我就说叽叽，然后它就这样子笑笑的过来，然后就很怕，但又不敢靠近，我就，然后因为就真的是闹在矛盾什么，应该是因为他们这边都会吃狗肉嘛，所以就怕被抓去。来，最后大家再跟我念一次，谢谢的柬语，阿哥，阿哥。拜拜怎么讲？没有学拜拜，没有学拜拜。阿哥。